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太阳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通过牌卡的方式呢，去帮大家看一下五月份我们的感情生活的一个状态。那这期视频呢，单身或者是非单身的朋友其实都是可以看的啊，我会尽量的把这些信息都解读出来给大家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首先也是跟上一期节目一样做了一个能量筛选。那我们这边一共抽了四张动物卡，分别是鱼代表第一组，然后是斑马代表第二组牌，然后萤火虫呢代表第三组牌，最后一个是可爱的海狸先生，然后他是代表第四组牌。好，所以我们一共准备了这样四组牌，所以呢你现在就看一下这四张牌，然后去感觉一下你跟哪一组会比较有连结，然后就